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楚涵，骑上我的自行车，今天我们要一起返校啦！又回到熟悉的北门啦，看看秋水湖。一年多没回来，学校里面贴了奇怪的建筑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？换个角度看，这边还有一栋。食堂里面没多少人，然后呢，他们现在把这个隔板换成刚刚透明隔板了。哦，那要杂粮的吧。看看这个价位表，有师大风景的咖啡杯。餐来吃蛋包饭，要一个鳕鱼鸡排双拼蛋包饭，双拼的，对，辣的不辣的？不辣的。在这吃吗？在这吃。刷卡成功。二楼的这个标牌他们都换了以后感觉更鲜艳了。肯德基和必胜客都开业了，卖门。